今天来开大王花金龟的产房吧。大王花金龟投产很快就2周咯，我们来开产房看看有没有生蛋。哇，产房搞得乱七八糟的，先把母虫抓出来吧。把土倒出来，哎呀，我看到幼虫了，这是刚孵化的幼虫。这样看比较清楚，你看好可爱呀。我们把它放到盒子里，蛋另外放一个盒子，哇，这里你看，一只幼虫和一颗蛋。一样把幼虫个别分开放，蛋先集中放一起就好。这里又有一只幼虫，分开放一盒。OK， 继续挖下去。这颗蛋快孵化了呢，这里还有一只幼虫，
这里又有一只幼虫。这只幼虫蛮大咯，总算挖完了，母虫先喂食和交配后才会再投第二次。这次产房总共挖到6幼25蛋，生的还不错哦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观众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